五月八日，卓伟作说的周一见出现了，黄景瑜的姐弟恋被曝光。当红小生黄景瑜与比他大六岁的单亲妈妈王雨欣一同相约驾车外出吃饭，并且遛狗，疑似恋情曝光。根据爆料，两人疑似同居了，并且带上狗狗一同驾车出门。在将女方送到地点后，黄景瑜就牵着狗狗压马路等了两个小时，之后返回接女方，两人一起驾车回到住所。据悉，女方名叫王雨欣，是个画家，背景复杂，并且地位不低。而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黄景瑜对她也是异常保护，行事极其小心。因此，黄景瑜是爱上王雨欣、王雨欣的女儿和法斗狗狗。所以，说好的三个女人呢？优酷娱乐整理报道。这世界很酷。